教会前面的都是来接受抗议者的陈情。我就想到说，我们只要出国去旅游，我们一定会到他的宗教人文信仰中心去看一看。我们到欧洲去旅行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去看教堂。那么我们暨南教会呢，在1998年啊，正式被市政府列为古迹。那么隔一年呢，台北市才正式的成立文化局，对不对？这个大小呢，要三个人用手牵手才能围住它。这么大一个钟是用铜做的。94年前，当这个教堂建立好的时候，这个钟就在了，所以它也是老爷爷级的钟了哈。这个钟呢，可能台北市也是仅有这么一口这么大尺寸的铜钟。每个礼拜天，在礼拜做礼拜之前，它都会响七声。今天我们也要以这个钟的响声，同样是七声，作为我们今天首映会开场的一个前奏跟象征。那我们没有办法请市长上楼去拉那个钟，用力拉哈，但是我们象征性的准备了三个小钟来考验他们的默契，要一起摇哦，或数一二三哦，好，一起摇，摇一声就可以了。在摇一声的当中，我们看能不能心灵感应。四楼上面的钟大声的响起，总共会响七下。好，一二三，有了哦，我们听到了，这就是我们四楼，我们大钟正在响起。每个礼拜天呢，它会像这样响七下，这个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，象征着我们暨南教会向整个社区敞开了大门。伸出我们的双手，欢迎大家进入。我们也已经准备好，要将这一间美丽的教堂成为台北市的一个宝藏。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人能够踏进来认识它。而我们也感谢天父上帝，因为他的看顾跟保守，经过这么多次的大地震，还有二次大战，日本时代的被建立，这样一间古老的教堂还能够留到我们台湾人的手上。我们感谢上帝。